今天是18号，早晨9点半，我们来吃早餐来了。吃早餐一会儿，下午我们就坐飞机回去了。你们吃的啥呀，大哥？那咋来面？啊，哎呀，他来的面，这面挺好，我也来一个。嗯，来粗来细的。来宽的。啊，来两份的。这有咸蛋是不是？有。那我就这样就行了。这个来俩。嗯。你要俩呀、啊？不是，一人一个。啊、嗯，行，都夹一起吧，大哥，我就不夹了。这个要不要？我不要那个，我要一个金蛋就得。我爸早晨都吃完了，回去了。他起来的早。小红薯，这个红薯我昨天吃了，可好吃了呢。这不知道什么品种，回家查查，我也买点这个。这咖喱饭，它还是蛋炒饭呢，少整点。咱也一大天呢，哈，大嫂。对，吃饱了。嗯。这个是肠。墨鱼肠，还有炒菜呢。这是鸡肉，蒜苔，昨天我妈吃的蒜苔，大头菜，这个青菜，炒个青菜可以。昨天我就吃的它，好吃。这个是炒牛，炒河粉。再来一个欧包，这大沙拉，我大哥昨天吃的这个玩意儿。你吃啥了，妈呀？我盛点粥。哎呀，嗯，没别的菜呀、啊。这菜、就是，这是我大哥的啊。哎呀，那真丰盛啊。沙拉的，那他俩的这俩人，这是谁的？这是妈的。哎呦我的妈，豆芽，白菜。哎呀，这是我经典味道，臭豆腐。我有好一种臭豆腐，我没要那样粥。这是臭豆腐啊？谁要了？是，不是吧？这是腐乳。臭豆腐。腐乳，大哥。是腐乳吗？白色的。早晨饭、中午饭一起啊。嗯。这菜挺好。嗯。这他的早餐好。嗯。哎呀，你说我爸到点就起来了。人家吃饭可着急了。嗯。我这两天就喜欢吃这个豆芽，炒啥菜不愿意吃，整点青蛋就行。你这个能搅和吗？这个菜可好吃了，这个小青小白菜，嗯，你看炒小白菜，正常。怎么样？这个面也挺好。面啊？嗯。清汤的。也不是清汤，它也是有点那个混汤。嗯。可香了，爸昨天就吃那面了啊。嗯。爸今天吃了。嗯。没吃这个。没有。嗯。妈，你吃一个小地瓜呗。你这个你咋不会找呢？这可好吃啊。嗯。这玩意你分哪天？这回来就是想吃菜。你上回你没来过呀？我记得。不是。早先那啥呢，这回就想要吃菜，清淡菜。你看我妈那词儿，早先。嗯。原先。早先。早先就是以前。话说从前。是不是啊？那。你多吃点。关键咱们还得走呢。你得吃饱撑。哎呀妈呀，昨天这两天都给我整完了。这两天都没吃啥饭。嗯呐，没吃啥饭。今天这家好了，这两天我有点难受，到这嘎子没顶住。没顶住。昨天站一天胀肚啊，哎呀。都跟我似的。活干完了，准备起身往回走了，也好了。嗯呐，你这上病着玩就这么事儿。对，你哥俩一样。嗯，你看我这今天这吃的多丰盛、嗯，这一大天呢。我们那啥，我还吃面呢。嗯。稀的溜的，都稀的溜的。我们是晚上我大哥他们8点多的，我们9点多的也是飞机。飞机，我们回去跟高铁一个价。你们啊？嗯，都差不多。来的时候也比一个价，来的时候你们多便宜啊！
来就便宜。嗯，这个可好吃了，大哥。这不知道啥品种，你拿了吗，大嫂？我没拿呀。我给你揪一块，你尝尝。我这个妈的！不是，你揪一块，你尝尝。啊，可好吃了，是吗？甜的。啊，面都糊的那种，还不水鲜。这是烤的。不是，它不是蒸，应该是蒸的。蒸的。小红薯。我就寻你大哥天天这点点那个大坑的蘸酱的蘸沙拉。嗯，荤素你得搭配上了嘛。看看这个，你看，天天荤素不得搭配啊？人家搭配也好。找我妈这个，还整点咸菜。嗯，可是这屋都长一样啊，都是这样式的门。啊，妈，你敲门，我爸就能听着。能听着。能听着。哎呀。完了，咱俩不是二零吗？是，这整色的了，正着呢，正着呢，正着呢。哎呀呀，推！开一下子。哎呀，你是那时候有人吗，爸？有人，咋没有人呢？食堂咋没有人吗？那吃饭肯定可。没有人就行了。这今天这家人可多了。咱们去的正是那啥，正是那个。这是我们住的屋，这两天看，你说这个毛衣咋的？有昨天有姐姐还说好看的呢。这个毛衣吧，它这个好起球，说完了之后，它这个玩意总掉。说里头我记的，瞅，他不知道是咋回事儿。他有一种就出溜出来了，让我就都记一大死嘎子。我们杭州的最后一站是一会儿。我领我大嫂他们去趟四季青，那个我听说哈，就是听说就是四季青临近过年的时候，说是门口都有甩卖的，完了之后说这人可多了，衣服啥的可便宜了。我是听说，那个我们也去瞅瞅去，就看看热闹呗。要不然我们今天晚上飞机，晚上八九点钟的，白天也没想去，这回就要回家了吧？啊，看我爸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，那提溜就走的吧？走了一圈还挺大。我们昨天这不是在那站了一天吗，也没有录视频，也没有啥录别的，完了之后就不跟大家说太长时间了，我们今天就先这样，那个回家再慢慢的更新哈。我们不在杭州多待了，因为徐东石跟他老舅还在家呢，他们得早点回去，我们就一起往回走了。放假了。嗯，放假了，这两天是吧？放假了。嗯，那个天津见了，拜拜。嗯，拜拜，一会儿下午去四季青，完了之后再到时候看看有没有啥好消息跟大家再汇报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